年哦，三月份我们水龙分会四合一干部有回来寻根精进，让干事找到慈济的魂哦，更有信心说慈济，做慈济。环保站哦，每一天都有大约十多个的环保老菩萨。那我们觉得是说哦，不只是要让这些老菩萨来这里，做分内修福。那我们觉得更要让这些老菩萨走进来之后能够听闻佛法学习佛法，让他们的智慧能够成长，把善的佛法生活化，让他们可以去体会如何学习佛法。我把绳子带去了，我把他们一个个绑起来，然后我说我们的心结，我们的烦恼，我们的无明，我们看不开，很容易生气，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烦恼，自己在给自己过不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我问他，你觉得你可以解开来吗？他们说我可以啊，然后他自己转转转怎么都好，他们终于解开了他们绳子。我就跟他们说，哎，你看我们的习气就是要一点一点的改。菩萨们很欢喜，看到各位的精进，的确呢，我们现在能汇合在一起，而且呢是以华汇合化的来汇合，因为我们有缘。师父说的话大家都有听进去，这么遥远的地方我在这里说话，靠了现在的科技可以把线拉到了你们的道场，大小道场大家集合一起来闻法。还有的呢，没有时间到道场去，就是在家里也认真在闻法。相信你们对师父的话是很认真的，不是听听而已，还要呢身体力行的合家。不是呢，一念心说话也是呢，同口说师父所说的话，同时都是彼此支持。所以呢，你们要记得，你们在哪一个地方，我都在。所以你们要以佛心为己心。以师自为己师，虽然呢，我们慈济不一定佛教徒，可是人人有爱心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尊重其他的宗教，总是呢，要勉励大家共同来做好事，这就是回归人本善的佛性。所以呢，人人心中有道场，所以我们的小小小小道场汇合起来，就是普天大道场。曾轩他是特殊儿，他目前是认不到字，读不到书，他没有数学的概念，也没有实践的概念。自从弟子同修加入了慈济之后，接触到佛法，弟子一家三口在慈济的善环境下改变了很多，曾轩的理解能力、沟通能力也进步了很多。从之前曾轩是不会表达自己的，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跟师姑师伯沟通以谈天。最重要的是曾轩现在已经学会了承担以独自完成任务，
弟子还记得，当弟子拿到了真宣的领真环保菩萨之福的时候，当我要交给真宣，我跟真宣说，真宣，这是施工上人要送给你的制服，你要感恩哦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真宣竟然说，不是这个，我要的像杜世伯那样。原来真宣他要的是蓝天白云。你喜不喜欢爸爸妈妈穿这样的制服？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你要穿吗？要。要。那你就是要听话，好好用心去做环保。两年后，你有乖乖做环保，对，就给你穿这样。看到孩子来皈依了，我很开心。其实呢，他本来啦，与生俱来就是有佛性，只是因缘，他过去生的因，过去生的跟你们的缘，同样是孩子，但是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本来他自己的缘，现在跟父母是共同一个缘，兄弟姐妹缘，但是每一个人呢，都有他自己的本因缘，这都是叫做因缘法。你们了解佛法，一定要了解这一些法，这也叫做四谛法。谛法就是真理，是真理。所以讲吼，不分宗教，也不分人种，共同呢的本具有佛性。我们要学会啊，显啊，显化善法，一定呢要提高警觉，不要恶的法，不要掺杂恶法。过去不知道法，不知道因缘，那过去曾经有过，我们现在呢已经了解道理，所以呢过去的我们要开始提高了警觉，赶快排斥它，因为我们人人几生几世已经迷糊掉了，叫做无明。几生几世以前，我们已经无明了啦，烦恼多了，所以无明遮盖了我们的本性，所以呢，这永远都是亲像婴儿同款，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觉，其实他的本性笃定就是有这样的个性，这个觉性呢是人人本具有，一年到来了就觉悟了。你们过去是聪明，是低，不是低。每一个人只是知知识，知啦，物啦，这都是人与事之间，还没有呢真正的觉悟，没有行菩萨道，还不能到觉。菩萨道啦，是遥远没有尽头。你们的过去生的过去生，我也是过去生的过去生，不知道多远以前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现在呢可以汇合，共同勉励，我们还有未来的无尽期的，我们要走的路，就是菩萨道，发心立愿，要有菩萨心。行菩萨道，共同开辟了这一条道路，这都是我们要相信，我们
要顺顺了真谛，顺时间，顺心机，还要呢顺佛法，这么良知、良知，还有正见、正解，我们要大，要更猛，这叫做良知见道。天良呢，也知道啊，这个见道就要行，一定呢要知道，怎样路啊？这一条道就是菩萨道，才能明心见性，心才干净了，才真正的能看到了佛法。